我觉得王铭杰今天打得非常好，从他的一传防守啊，一直是这半拉半个场都是他在做，打得非常好。林彦今天打得非常好，我希望他也是快速成长吧。我觉得今天自己发挥了自己的水平吧，然后但是，还会阶段性的有些盲目在进攻上，然后越想发力打死的时候有一些着急了，我觉得还可以有些地方做得更好。我郎导说让我们抬起头。但是你不能说赢球我就高着头，完了输入球我就垂头丧气。我觉得大家很努力，对啊，我们打的是一种体育精神，所以你在输球的时候还是要昂起头。